第二届火把节将于2月21号登场，想要体验在晚间拿着火把夜游的民众，可以上网或者是到瑞芳老街各里办公处报名。而今年也将邀请瑞工的同学到老街表演，为火把节增添不少色彩。去年的228瑞芳老街举行第一届的火把节，盛况空前，今年也即将在2月21号登场。想要体验在晚间拿着火把夜游的民众，即日起可上网或是到瑞芳老街的各里办公处报名。今年也将邀请瑞工的同学到老街表演，为火把节增添色彩，千万不能错过。我们第二届的2016瑞芳火把节是举办在2016 2月21号。然后下午2点正式开始起跑，然后我们的报到截止是下午4点就停止报到了，所以有参加的朋友要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到的动作。好，然后后续我们老街有一些导览啊，以及一些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些团体的表演的活动，好，可以让大家在这边玩。而火把节的缘由是在光复之后，李建新先生在某次就地重游时有感而发，在现今秀旗山山门前约500公尺下方的石壁上刻上“潜龙在渊”等字，以记录当时的状况与心境。加上地方一直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元宵节夜游的活动，因此使得这项历史能够延续下来。报名时间我们现在从即日起到2月18号。下午的6点截止，然后我们的报名方式现在有网络报名跟实体报名两种方式，然后网络报名请看一下我们FB 的官网，那个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里面都有我们第二届2016瑞芳火把节的那个活动的资讯跟报名的方式。瑞芳老街协会表示，即日起到2月18日止，可以上瑞芳老街官网或是到老街各里办公处报名，名额有限，想要体验先人夜游之趣，千万别错过。谢纯威，瑞芳采访报道。